呃，你能不能谈谈看，呃，老师或家长在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，他的角色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说，谁是这个学习的主体？我觉得对大人而言，在这个历程当中，一开始要先有这个认知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想要去主导了。那个我觉得就是控制嘛，就像前面刚刚讲到的，会焦虑、会担心，那其实就是。 我们不想要意外，或不想要有不预期的事情发生。但在学习的历程里面，我觉得如果孩子是学习的主体，这件事情没有在这个历程面不断的被提醒，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自主学习的氛围就会消失了。那再来就是因应孩子的状态，就我比较喜欢的方式，其实就是我也是他的参与者。我就是如果是我陪伴的学生，我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不论是家长啦，或者是老师。 我们不可能十项全能嘛，我们不可能像我我说我我这边有非常多的专家，对不对？我自己不可能是十项全能，我对什么领域都非常了解，但是我会很清楚知道我每个学生的偏好喜好。那我会做的事情就是，我也会有意识的去接触这些领域。例如说，好像我平常只要看到有关火车的新闻，我一定会把那个连接 send 给我那个学生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就是说。 他会知道你其实也蛮关心这件事的，但其实我我其实比较关心我的学生啊，不是关心火车。嗯、但是就至少会让我们彼此有话题。这个大人的角色就是我，我是引导者的角色，我其实可以从这个题材里面提供他一些建议。我觉得有点像顾问或是引导者的角色，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些不一样的想法。例如说啊，我至少我可以提供一般人的观点，对不对？甚至。 我也觉得家长跟老师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，你真的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就可以协助他找这样的资源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个资源的分享跟整合，我觉得这是大人在这个历程里面会对孩子是很有帮助的。